如同我从小最喜欢看的武侠小说，里面有各行各业、各式各样、各怀鬼胎、各行其事、各不相让的角色斗争。有人扮演正派的坏人，有人扮演反派的好人。在人世间，所谓谁是真正的好与坏，都不是绝对的，只是一种童话故事与神话故事的心灵投射。如同圣经启示下的人性罪性，除了上帝之外，没有一个人是良善的，却是上帝眼中的完美。